工人跟厉害的高手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鸿沟。凯伦老师的 AI 运用时代课程可以帮助对于 AI 工具一知半解的人，简单快速的了解到如何正确的使用。对于创作者来说呢 ，AI 工具真的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救星。把我的 podcast 逐字稿做成那个部落格文章，学会直接用规则快速的建立自己的实力，强化员工在文案发想、行销企划方面应用 AI 工具的能力，能帮助我优化企业内部流程。这一堂课你学到的 AI 技术，如果拿来生产文案的话，无形中可以帮你省下很多时间。我觉得这一堂课的价值后面要再加2000吧，很推荐大家呢都可以去买这堂课来学习。